止呢一個嘅非公屋、非綜援嘅低收入用戶一次過嘅生活津貼。三人住戶嘅申請資格咧，就係包括呢一個每月收入啦，唔超過26,800元，同埋每個月所交嘅租金咧，租金咧就係唔超過13,400元。仲有喺香港咧係冇擁有任何物業噶。嗯，俗語有話撲水就好緊要啦。除咗講錢之外啦，為市民提供食水嘅大潭水塘都好有歷史價值噶。今集同你講故，帶大家去睇一睇啊！橋梁方便了人在兩地之間的來往，對我們日常生活來說都起了幾重要的作用。而在香港的一些郊區地方，只要大家細心留意一下，就會發現都有很多很有歷史價值的古橋。今天我們又請到一位研究古橋的專家李偉明跟我們聊一下。 Hello， 邊個你好？ Hello， 今天你會帶我們去哪裡呢？今天我會跟你們大潭水塘看很多條橋，其中有幾款橋我們會看到的。有一個叫平橋，有一款又叫做輸水道，而另外一款咧就係拱橋，亦都係最近好熱門嘅話題。咁另外咧，我就會帶你去睇大潭水塘嘅上水塘啦、中水塘啦，同埋下水塘。如果仲有時間咧，我哋就會睇埋主壩。咁今次嘅古蹟遊咧，就會更加完美，令你有難忘回憶啦。我都好期待啊！咁我哋而家即刻出發啦。好。阿 Mingo 啊，見到咧，啱啱身後我哋經過過呢兩條橋啦，可唔可以講下建築上面有咩特色呢？好啊，首先前面呢一條咧，我哋叫做平橋啦。咁佢嘅結構特色咧，就係下面有用麻石做嘅柱頭啦，近我哋呢邊嗰個柱頭邊咧係尖尖地嘅，就好似把刀咁樣，將啲水切開兩邊。咁我哋叫佢分水尖。咁而呢個分水尖咧，其實好有歷史嘅，好多中式嘅橋嘅建築咧，都會有呢個設計。咁而佢橋面嘅設計咧，就喺當其時嚟講係最先進嘅，因為佢上面係用工字鐵晾咗喺一個麻石柱頂上面，然後咧就用麻石一件件咁樣晾上去做個橋面。咁以前嚟講，我相信係未有橋面嗰啲瀝青嘅，但係現代改善嘅路面咧，咁就會鋪咗瀝青。後面嗰條橋咧，你會見到嗰個輸水道嚟嘅。由嗰邊一路連貫去到呢度嘅，除咗係收呢度山嘅水咧，其實係引埋去淺水灣嗰啲水過嚟嘅，而匯聚喺呢個水塘度。前面你見到有一個貓梯，其實就係個水井位嚟嘅，就將嗰啲水引到去嗰度，就流落呢一個水塘度。阿朗，前面嗰度一級級好似樓梯咁嘅咧。就是上水塘的水壩，我看到都很宏偉下喎。當年怎樣起出嚟的呢？當年怎樣起呢，就要看看我們這裡的歷史圖片了。下面這一張呢，就是以前起地基的時期的個斜坡呢，是鑿了一級級的。而下面呢，就會你看到茅屋搭起的柴油機呢，就是發電。而上面這張呢，就開始起了基層幾級的了。水塘下面呢，有很多茅屋的。咁就係當其時啲工人喺度住，爭取建設嗰個時間。咁我哋應該可以過去親身近啲距離睇睇呢一個水壩嘅每一個建築特色啊。好啊。嗱 ，Mingo 啊，呢一埲牆咧睇落好似好普通啫，有咩咁特別？有咩值得睇先？你首先你睇佢嗰個接口位先啦，嗰啲接縫先啦，麻石嘅接縫之間咧，你見到起角噶，批斜咧，啲水流落去咧就喺表面過咯。如果凹落去咧，佢就會滲到入去藏水咯。咁同埋咧喺遠睇咧有個美感咯。嗱 ，even 你咁細嘅角度，佢都同你跟個石嘅紋去批咧，其實係好講工匠嗰個手工之餘咧，佢都有少少藝術修養噶。咁真係好考師傅功夫。嗱，你睇下呢個三角位。你有心機去批，你做雕塑都是咁上下噶咋。咁我哋而家落到嚟呢度水壩嘅底部啦。咁呢個底部你見到前面咪有一個出水位嘅。當呢個水塘太滿水嗰陣時咧，佢就喺呢度排洪噶啦。咁但係你又見到，點解咁多草生啊成啊？其實好明顯都係話好耐都冇排洪啦。
條六拱橋嘅設計咧非常之靚喎，可唔可以講下佢嘅歷史同特色咧？呢條橋咧其實都歷史都好耐㗎啦，比起喺深水埗嗰個主教山上邊咧，佢嗰個拱咧其實大同小異啫，不過嗰個就係小拱，而呢個就係大拱，咁而大到咧20尺、30尺嘅拱，咁所以咧如果最近你哋有興趣去睇主教山，其實就不如呢度睇睇先啦。咁我諗會你會覺得嗰個規模都唔差得過佢嘅。咁想問一下咧，呢個拱橋嘅設計有啲咩好處呢？嗱，拱形設計好處咧就係佢唔需要成條橋都一個厚度啦，會經濟啲設計得，同埋美感上拱係靚啲咯。其實嗰啲力咧就可以傳俾兩邊柱位，靠嗰個弧嗰個拱嗰度。但如果平橋咧，佢傳嗰個力咧就冇呢個拱咁經濟啦，就要成個咁厚嘅橋身咧就又貴啦，同埋重好多啦。咁所以拱橋喺我哋中國上嘅建築咧，其實好多時候都用的。我哋而家見到呢條橋咧，感覺上特別宏偉喎，可唔可以講下佢嘅特色之處咧？哦，可以啦，梗係呢條橋咧就喺1907年起嘅，咁而佢個跨度咧係50尺。咁三個跨度夾埋都150尺噶啦，咁佢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中間嗰個拱個頂嗰度咧有一嚿石叫做扣心石，咁係比起其他兩邊啲石咧大嚿啲嘅，原因就係當佢起個拱嗰陣時咧，佢就可以靠嗰頭大嘅扣心石咧鎖死咗成個拱，咁然後咧就支撐到成條橋嘅。咁而佢起嗰陣時咧，未起好咧，就要靠下邊啲木架晾住嘅。咁起好咗之後就攞走咯。咁而兩邊淨係個拱，令咗嗰啲走啲空間出嚟咧，我哋會砌啲叫做金剛石，我哋叫佢做就是、向住個面嗰啲 facing stone 啦。咁啊砌翻填翻嗰個空間，就變成而家呢條橋啦。而中間我哋就會回填啲泥土啊，或者啲混合嘅物料入去，就做成一個橋身。而橋面咧就今天咧就已經鋪咗瀝青噶啦，咁就方便啊人行咯。哇！我哋近睇呢一個水壩咧，簡直係氣勢逼人啊！啊，呢個水壩有啲咩特色嘅咧？哇！呢個水壩第一就大啦，闊啦，同埋弧形咯，呢個水壩。咁同埋佢弧形亦都有佢嘅原因嘅。睇喺力学上，你弧形咧一个反拱咧，就对于嗰个顶嗰个水力都有帮助嘅。咁对于香港嘅古迹嚟讲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做好保育咧？一个古迹能够用到咧，先至有佢嗰个价值嘅。而正正呢个水塘咧，系一个供给食水俾我哋嘅，而能够有成百几年嘅历史咧，系已经系好重要嘅价值。加上有社會嗰個價值，另外遊人可以參觀到去用到呢個水塘，除咗飲用、遊覽，已經係一個對社會嘅貢獻。再加上如果啲學生嚟參觀咧，係俾佢見到一個百幾年嘅建築，仲能夠屹立當今日而保存得咁好咧，正正就教育到佢。如果你對古蹟有保育嘅意識咧，係可以留多100年。嗱，呢段時間大家冇得出去外遊啦，所以咧好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去多咗香港嘅郊區咧去旅遊噶。不過大家都係走馬看花，唔識得欣賞身邊嘅事物。不過今日同 Mingo 行完之後，發現原來呢度一條橋、一塊磚，甚至乎一條石罅都係寶嚟噶。所以大家下次嚟郊遊嘅時候，記得留意多啲身邊嘅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啦。除了歷史建築之外，香港一些傳統的文化都很值得我們好好保存的，就好像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例如舞火龍、粵劇，又或者是天后誕等等。不過香港非遺就除了這個中國傳統文化之外，也都包括一些印度節日。我們今天就請你對印度傳統文化很熟悉的周詠儀 Crystal 跟我們介紹一下。 Hello Crystal， 歡迎你啊 Crystal。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包括印度兩個節日，一個色彩節，一個十聖節，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下兩個節日嘅起源係點樣樣咧？
好啊，咁印度節日其實通常都係同神有關嘅。就今日我哋講嘅 Holi 啦、彩色節同埋特赦啦、十聖節啦，咁都係同神有關嘅。咁我哋簡單就講一講 Holi 先啦。咁其實係講依一個骨肉相殘，國王想殺死王子，而王子得到神嘅庇佑，民眾咧就用呢個顏料去慶祝咧而形成嘅。而十聖節咧就係講一個魔王咧俾一個印度女神去打敗。咁頭九日呢個女神就用咗九個化身啦，代表唔同嘅力量喺第十咧就將呢個惡魔咧殺死咗而嚟。我兩個都係同一啲古仔有關啊。係啊，咁啊知道咧疫情之前啊，你都會年年去印度嘅。咁其實當地人係點樣慶祝呢兩個節日嘅？先講下色彩節先啦。色彩節咧喺印度咧係好誇張嘅。佢哋咧喺正日咧，佢哋會大家都會著曬白色衫咧，咁就去到市中心啦，去玩呢個顏料啦，亦都有花車巡遊。係啊，個情景係好澎湃嘅，可以睇一睇。哇！畫面咁樣啊，好似係啦，咁就爆曬咁樣咧，就會玩七日至到一個月，佢哋都會。玩嘅一個月都會玩啊，成個係啊，佢嗰個成個地方都會嘅，即係你 travel 嘅時候，佢哋都會一齊咁樣玩。係，咁就大家都成身都係顏料嘅咯喎，係咪啊？如果嗰個情況之下。係啊，咁、okay. 而另外十聖節咧，咁啊喺印度咧，佢都係好犀利嘅。咁佢連續十日啦，佢會搭一個台啦，咁亦都會有一個女神嘅廟。咁咧每一次開始之前咧，都會拜神，跟住咧就會跳呢個印度民族舞架巴同丹迪啊。我比較好奇，即係色彩節啦，即係其實一個咁多顏色、咁色彩繽紛嘅地方。即係好啦，講翻香港啦。住在香港的印度人，而家香港講緊有超過三萬印度人啦，有好多人幾代已經喺香港噶啦。佢哋有冇將呢一個傳統嘅慶祝方式移植過嚟香港，即係保唔保留到呢？我會分為兩類啦。咁譬如一班香港土生土長嘅印度人啦，佢哋咧每年咧都會有一個 beach party 去慶祝呢個 Holi 嘅。佢哋都會著翻白色衫去到海邊去玩呢個顏料，但係佢哋就會加埋咧呢個DJ 啦，同埋會有啲酒精飲品加埋上去嘅。咁但係其實你心諗你會覺得其實佢好似一個 Bollywood party 咯。咁而另一種嘅 celebration 咧就係可能有啲印度人咧因為工作嘅關係啦而嚟到香港，咁佢可能咧只會相約附近的幾個家庭啊，你會見到啲小朋友在公園啊玩下顏料啊，可能食下嘢傾下偈嘅。哦，即係一個就係一個好似海灘派對咁樣，一個就係家庭聚會咁樣。冇錯，咁、okay、我就想問一下啦，啱啱就講到十聖節嘅啦，咁其實印度當地嘅慶祝啦，同香港嘅慶祝會唔會都有好大嘅分別呢？都會嘅，譬如香港嘅十聖節咧，我都會分為兩大類嘅。一個咧就係男人嘅，佢哋會比較著重呢個節日，就會喺油麻地嘅社區中心啦，同埋銅鑼灣嘅印度俱樂部咧，佢哋都會喺一個女神嘅廟。咁但係佢個慶祝咧就會細啲嘅，佢哋可能就係每一晚去拜神嘅啫。咁而另外一個 group 咧就係印度民族舞嘅起源地啦，就係西部嘅。咁佢哋咧可能喺正日之前咧就會嗰個週末咧就會揀一日就會租個酒店啊去。book 一個場地咧去跳呢個民族舞，咁但係開始之前佢哋都係會拜神嘅。頭先見到廟張相咧，就係喺香港嘅印度廟啊，就係最後嗰一日第十日咧，我哋burn 嗰個 ravan 啊，即係佢燒個惡魔，咁就代表咧光明咧戰勝呢個黑暗。根據你嗰個觀察啦，其實你經常去印度，對印度文化亦都非常之熟悉啦。其實要喺香港延續呢一啲傳統嘅節慶嘅慶祝咧，其實有冇難度？會唔會話要因應香港嘅環境作出一啲調節，而未必完全保留到咁樣咧？我會覺得有少少難度嘅，譬如喺印度咧，佢可以連續七日或者一個月去慶祝一個節日，咁但係香港就相對會較難，因為香港嘅環境啦，或者工作嘅情況啦，好難佢哋即係咧每一晚都有個咁大型嘅節慶，咁佢哋通常只可以揀一日，通常都會係週末咁樣去慶祝咯。你正話就講過你喺即係色彩節咧，印度嗰陣時候慶祝一啲趣聞。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OK， 咁就係其實咧個畫面咧就好靚嘅，但係個真實情況就係咧，我嗰次玩完之後咧，個顏料咧留咗喺我身上足足一個月，佢係將嗰啲所有顏料入曬我啲手指腳趾咁。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因為佢哋係玩得其實好激烈嘅，會用水槍啦，亦都係啊，佢會係即係你一行過佢就會抌啲嗰啲叫咩 water balloon 啦，但係入邊係有顏料嘅水氣球。係啊，所以係啊，都好玩，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可以大家去試一下。沖洗方面要注意一下啦，係嘛？係啦，就可能要頻啲沖涼。但其實講一個月不停去玩，即係大家都係一直都係興致勃勃嘅，都係個情緒都係咁高漲。佢哋係啊，佢哋冇乜所謂嘅。所以
我佢哋話咧，彩色節其實如果你話要旅遊嘅話咧，就要注意啦，大家，因為佢基本上咧，佢唔會理你係咩國籍嘅，見到你行過就抌啦，係嘛？係啦，除非你係 BB 或者老人家啦。OK， 好多謝咧 ，Crystal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關呢兩個節日嘅東西啦。咁其實成日都話啦，一啲值得保留嘅嘢都希望可以保留啦。而家咁多印度人士喺香港，希望可以保留一啲咁有特色嘅東西翻嚟啊！好啦，跟住翻嚟繼續會同大家講下節日，有位嘉賓同我哋分享下喺美國國際熱氣球節嘅所見所聞，千祈唔好行開啊！歡迎回到嚟 Part Two 嘅日常八點半啊！繼續有我琪琪同埋嘉軒為大家主持節目。吳孟達達哥喺上個禮拜六因為癌病病逝，終年70歲。嗱，咁達哥咧投身演藝圈咧就係近半個世紀啦。咁演出嘅劇集啊、電影啊，一直都陪伴住唔少人成長，亦都成為咗我哋幾代人嘅集體回憶。咁其中令人最印象深刻嘅咧，當然就係同星爺啦嚇周星馳合作嘅劇集同埋電影，以搞笑嘅形象深入民心。嗯，我自己都好有幸啦，同達哥咧合作過一套港台劇《有莊出租》噶。咁我記得佢為人咧都非常之親切啦，同埋同我一齊研究。有下點樣自拍嘅都好幽默噶嚇，我哋而家咧一齊咧懷緬下呢位演藝界重要人物嘅演藝生涯啊！喂，點解啫？喺舊士頭嗰度攞衫翻嚟燙啊嘛，唔喺度噏三噏四啦。哦，唔係咩？一陣間啊，家姐翻嚟嗰陣時咧，你睇佢點啊？你喺度住咁耐啊，我都未出个声啊！哦，有着数噶喎，你估家姐肯蚀底啊？吴孟达达哥，纵横演艺圈超过45年，拍过嘅电视剧同埋电影多不胜数，角色以配角居多，但系表现突出。喺1991年，更加凭住《天若有情》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嘅奖项，亦为佢赢得黄金配角同最强绿叶嘅称号。你话想佢嫁啊嘛？走投无路嗰阵啊，佢就会嫁啦。好似你咁啊？佢唔准收台啊！打到嗌交。切，做咩咁望住我啫？连我都嬲埋。你呀疏乎啦，有马佬请睇戏呗。你唔抵得嘅，可以叫家姐请你睇噶。你家姐骚啦，想打埋两手都唔得。我哋总算又翻到香港。系，而家出咗戒毒所门口，以后一定要重新做人。人總係有靈性，以後我哋一定要爭爭氣氣。達哥同周潤發都係1973年藝員訓練班嘅同學，而同期嘅仲有資深藝員鄧英文，佢就同我哋分享翻咁多年同達哥嘅相處點滴。咁講到阿達哥咧，就佢其實平時個人咧著衫咧就好知整嘅噃。不過因為你年紀細咧，你就唔知啊，亦都可能未必睇過咧佢後生嘅時候嗰啲相。佢嘅身形咧就等於而家嘅一半都唔似啊，好高好瘦嘅，就著西裝咧一套嘅，裏邊咧中意著件花恤衫嘅，嗯，啊就唔使打呔，去邊都好佢都係咁噶。甚至咧我哋自己訓練班同學去旅行都好啊。佢都著一套套裝，西裝套裝、花恤衫，著對皮鞋去行山喎。咁你話佢搞唔搞笑啊？阿哥，你點解喺度？係啊，兩常帶我嚟㗎，好辛苦先至喺到兩常啊。呢個地方細路仔唔好嚟，你下次唔好嚟啦。咁你又嚟？達哥演技精湛嘅背後，其實係靠佢不斷嘅努力揣摩好每個角色。佢就喺電台上分享過演戲嘅心得。你哋仲話輔導官添，連我細佬照顧唔到。好多嘢係需要自己真真正正努力。咁所謂努力就
包括埋要用嘅心啊！你淨係努力冇用噶，你一定要有個心，同埋有個方法。咁呢個方法之前咧，第一步就由老師而嚟嘅，然後之後咧就自己再去揾啦。一場劇本我可以睇200次，或者一集劇本我可以睇100多次，或者一個角色我可以諗不同咁方向諗幾百個角度俾佢。即等於話咧，幾乎除咗食飯瞓覺嘅時間咧，個腦24小時都喺度做緊呢樣嘢。哈哈，唔该。而家啲看更啊，真系有型啊，成只甲鬼咁啊！达哥戏路甚广，无论系饰演中定系奸嘅角色都挥洒自如。80年代开始，达哥更加由电视圈转战大银幕。喂，大佬，我犯咗咩错啊？达哥对演戏嘅投入，曾经同达哥有合作嘅好友田启文亦都有深刻嘅体会。最難忘的是我哋拍《喜劇之王》啦。咁你哋依家睇到嗰、那個嗰、那個長毛卧底咧，原本就係萬梓良做嘅，就跟住阿萬梓良就因為屋企佢安排咗個啲時間，而我哋拍戲又甩咗啲期，一換人就第一時間就打俾阿達哥，咁佢就喺內地開緊工。二話不說，佢就即刻飛落嚟，佢就即刻話：嗱，我而家幫你度幾日，咁你哋去拍住先，跟住剩翻嘅我哋再度。然後一嚟到之後咧，就病咗，咁佢係失咗聲嘅，講嘢都講唔到。咁我哋話：咁點咧？咁就佢話得噶啦，你俾我唞陣，就然後你哋照排啦咁。跟我們說話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聲音沒有氣的，跟著一埋位立刻又變了第二個人，中氣十足地演，就在那條走廊那裡做那段喊了，跟著一做完一刻收貨之後，他又很累了，立刻即令到我會知道，即一個人我們做戲的時候會望前望后，即系望我嘅境界系几咁厉害啊！咩？你可以对张棉胎有感情啊？唉，张棉胎够重啊，扎住咧我先够暖啊！咁又系，一个人孤零零瞓，梗系冻啲嘅。诶，嚟过主啦！你小心啊！啊，他朝軍體也相逢啊！豈有此理！達哥喺2014年曾經因心臟衰竭而留院，喺休養之後仍然有繼續參與幕前嘅演出。近排就傳出達哥身體欠佳嘅消息，而上星期六就不幸因癌症離世。佢係一個當然係演藝泰斗啦，中意去演好多唔同嘅角色。戲路中橫，同埋佢演乜似乜，即係佢有個深度喺裏邊，同埋最難得嘅一樣嘢咧，就係佢有觀眾緣。有觀眾緣嘅藝人咧，無論佢做乜嘢動作都好，都好受落嘅。佢係有呢個魅力喺度。佢係我一個嘅好好嘅良師益友。得我有幸可以同佢相知相交，亦都可以去學習到，其實一個明星都係一個普通人嘅啫，唔好將自己擺到好離地啊，或者係好親民啊咁。咁呢一點嘅我自己亦都係我嘅座右銘啦。達哥嘅影視作品多不勝數，而佢留低嘅精彩作品。亦會繼續讓觀眾回味，為大家帶嚟無限嘅歡樂。這個
星期四開始，我們會在港台電視31重播達哥的作品，大家就可以懷緬一下達哥的演技了。其實對身邊的人甚至是風景，我們都應該要好好珍惜的。好像有港版天空之鏡之稱的西環碼頭，因為疫情關係今天起就會開始封閉，要出示有效的安全卡或者工作證才可以入內的。這個地方我都去過，因為部分的地面就凹陷，落雨的時候就形成水浸，剛好就影照一個天空，拍照出來都挺漂亮的。但是網上都看到有些市民就不多生性，不多自律，搞到地方都烏煙瘴氣的。海事處的說法就是說那裡是一個公眾貨運裝卸區，不是一個休憩用地，所以跟工作無關的市民是不應該入內的。香港暫時就少了個打卡的熱點，不如我們將眼光放遠一點，去一去美國的熱氣球節。旅游达人周雅菲去过超过45个国家，近年她更加将旅行的兴趣发展成为自己的事业，一手策划了多个电视旅游节目。雅菲旅行的时候喜欢探索世界各地不同的节日文化，而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举行的大型国际热气球节就令到她印象难忘。今晚雅菲就会讲下这个每年吸引成万人参与的节庆活动场面有几盛大，而他在这次旅程又有什么不生难忘的经历呢？我们去外国旅行的时候，有时会这么啱撞正有节庆的活动，就会觉得哎呀赚了，令到整个 trip 都会零舍不同一点。今天我们的嘉宾周雅菲就去过美国参加一个全球最大的国际热气球节，究竟这个节日有什么这么特别呢？聽下佢講先，阿飛 ，hello， 歡迎曬阿飛 ，hello，hello。其實講緊熱氣球呢一樣嘢啦，其實土耳其有啦，好多亞洲地方，譬如日本啊、澳洲都有啦嚇。點解咁遠要去到美國新墨西哥州嗰度去參加呢一個國際熱氣球節啊？咁其實首先咧，我嗰陣時去咧係拍節目啦，做嘢，係啦。咁啊，我嗰時安排節目嘅時候，我安排成日節目拍攝嘅時候咧，已經話啊。要經過呢一度，一定因為咁啱咧，係撞正呢個最大型，因為佢係成40年歷史噶啦，有咁啊，亦都可以親身可以睇到幾百個熱氣球啦，咁亦都會吸引咧幾十萬嘅旅客啦，仲有幾百個唔同世界各地嘅揸熱氣球嘅機師啦，又會去到嗰度啦，咁同埋咧就係我自己好中意熱氣球呢一樣嘢，咁啊。經過梗係去啦，同埋好大型嘅，有成九日嘅其實。你話即係最大型，咁點都係一定去睇睇啦。係啊，咁我知道呢個節日咧，就喺呢個美國嘅新墨西哥州嘅阿爾伯克基市入邊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嚟嘅咧？其實 Albuquerque 咧，佢本身係西班牙嘅殖民地啦，咁係一個比較係古城啦，可以話係咁好多年嘅歷史啦。咁佢周邊亦都好多唔同嘅博物館啦，亦都因為佢係西班牙殖民地啦，有印第安人啦，再加墨西哥嘅文化啦，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即係比較似墨西哥，即係個 mixture 版嘅一個地方嚟，咁同埋好多唔同嘅平房啊，咁而且咧亦都係一個點解我會即係比較著名啲嘅地方咧，就係佢係曾經咧喺2008年嘅時候咧就拍過一套即係好出名嘅劇集喺嗰度拍嘅，所以都引咗好多人去嗰度，再加埋熱氣球呢樣嘢咧，就好多旅客經常都會。經過那裡一定會你剛才提到就是說吸引你的全球最大型這件事很重要好了如果其他觀眾朋友說有希望可以去這個地方其實有什麼要準備呢以你的經驗其實首先去到美國地帶啦，就一定是 road trip 噶啦。咁首先要識揸車先，係啦，即係其中一個團友識揸車啦。咁同埋要早啲去因為咧熱氣球呢個節日咧，佢連續九日，咁啊早啲 book 定飛。酒店都要早啲去 prepare 嘅，因為我諗周邊都應該爆曬噶啦，係咪？爆曬嘅其實係啊係啊，所以乜嘢都要早，即係早少少安排啦。尤其是呢個咁大型嘅節日啦，咁同埋你點樣都要早一日去嘅，因為你第二朝頭早係4:30，你冇理由凌晨揸車啊。咁啊，咁啊，好正嘅就係佢裏邊嗰個園內，其實而家都已經係。安排咗，即係佢啲網頁上面都會講話，哦，有咩酒店係 related to 佢哋呢一個嘅 festival 啦，或者而家有新興嘅
佢係 glamping 嘅，裏面都有嘅。哦、oh, okay. ，係啦。咁其實好多嘢都係已經包含曬裏面。其實做最重要係預備呢幾樣嘢咯。咁但係你話嘢食啊各樣嘢，其實裏面係一個有條非常之長嘅走廊攤位啊。嘉年華咁。嘉年華咁，係乜都有啦。即係應有盡有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啦，譬如我一去到呢個熱氣球節嘅時候，我入到會場第一時間我會見到啲咩咧？係咪已經見到熱氣球㗎啦？嗱，我哋一開頭四點嘅真係摸黑嘅。咁佢會因為佢有個亮燈，少少個亮燈儀式嘅。咁去到四點嘅時候咧，就見到啲機師啦喺度處理緊啦，同埋啲人開始啲鋪頭啊開始慢慢開啊，咁已經開始有攤位啊同埋人流噶啦。咁但係當去到五點即係都未天光嘅時候咧，佢哋開始慢慢有著燈，好似亮燈儀式，撲咁樣。咁佢係好正嘅，咁同埋係好多好多熱氣球喺你面前咯。即係一嘢就會見到，哇！好多喺個地下嘅，喺個地下慢慢慢慢逐個升起嘅，因為佢要睇天氣，其實主要去嗰度。咁你去呢一日天氣就非常之好啦，係咪？一流嘅星空天氣呢一個係。係啊係啊，佢個地理環境係都非常，因為成個平地啊嘛，呢度係。咁係咪就逐個熱氣球就慢慢升上去？係啊係啊係啊，咁其實佢最正嘅就係佢呢一度係好近距離咯。係，因為我自己都坐過熱氣球。其實一般嚟講咧，你就算係即係熱氣球，可能幾個一齊升空咧，都係只不過你嗰個 time slot 裏邊可能兩三個，即係講幾百米外，喂咁樣之後，呢度仲有唔同其他形狀添喎嚇。係啊，其實佢呢一個我好搞笑，見到 taco 啦，即係墨西哥個包嘅嘢。嗰個卷餅，咁跟住 pizza 有啦，咁跟住之後你見到得意嘅熊仔啊、公仔啊、外星人啊，乜都有。係，即係唔同形狀嘅氣球都有。好誇張，記唔到啊！多到直情係，因為太多唔同款啦。其實我又好奇，即係我自己去坐嗰次熱氣球咧，其實都係可能三兩個一齊升空啦。你話即係講緊喺一個節日裏邊，講緊咁多個一齊，其實大會會唔會有啲咩安排佢哋，即係好有秩序咁樣逐個升上去咁樣㗎？有嘅，佢有秩序。咁首先，因為其實你都唔可以一次過全部升曬啦，因為其實危險啦，同埋有風向啊，各樣嘢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就會計重量嘅，係啦。咁啊 ，around 同埋佢有即係大細唔同之分啦。咁 around 我嗰陣時係好似五六個人咯，五六個人一個籃咁樣咯，一個籃係啊係啊係啊，咁係好正嗰個時候。咁同埋你可以最開心係咩咧？即係呢一個 festival 咧，係平時你體驗唔到嘅就係你可以幫手。係啦，即係佢話可以摘繩啊，咁然後佢咪會幫啲 gas 上去嘅，又就火咁樣啦。咁你因為佢原本咧係攤平咗噶嘛，喺地下度，你可以幫手。佢話：你過嚟 try 下咁樣。你有冇幫手收波？最尾要唔要？有冇收？要收翻個波？收嘅時候我就冇，但係起嘅時候去嘅時候就有咯。因為嗰陣時候我試過坐咧，就係起同即係起嗰陣時咧，大家興致勃勃去拉起佢，咁之後就。頭幾下 OK 嘅，之後其實係攰噶嘛，你有冇呢個感覺？因為重㗎，嗰個成件事好重㗎個氣球。跟住最尾我哋要嗰次我去坐就一個人要成 team 人幫手，我哋嗰個攬大啲嘅，就成 team 人去收翻個波咯，就要。哦，好呢一個情況就係幫手嘅時候係咪啊？係啦，呢一個就係睇到佢點樣去泵嗰啲嘅 gas 啊、氣啊上去咯。係，因為你見到佢慢慢係。會打直翻，咁然後可以上去。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去土耳其嘅時候，同一班姨姨一齊坐嘅。你呢個時候係同咩人一齊坐呢？其實你可以揀，因為其實好多個唔同，你可以 book 定咁樣去。同埋講真，譬如你當你自己坐呢一個啦，咁啊，可能你又覺得好 interesting， 然後咧，其實你去隔離咧。嗰、那個咧你都可以嘅，即係因為佢池好大啊嘛，嗰個地方。你想再幫多次手都可以歡迎。我諗佢好歡迎添啦。係佢好歡迎嘅。哇，咁樣睇真係好犀利。其實我想問下入到去嗰、那個，即係你就話剛才形容為一個嘉年華啦。入場之後有冇啲咩守則要遵守咧？但係即係。但係 drone 咧，其實第一樣嘢 drone 即係唔可以航拍。哦，唔可以航拍。即係啦，因為呢個全部都係好多熱氣球、因為太多氣球喺度飛啦。係啦，咁同埋你唔可以亂踩佢哋嘅熱氣球啊，各樣嘢啦。係。會唔俾帶啲乜嘢，或者要帶啲乜嘢咁樣㗎？其實冇話要一定要帶啲咩嘅，但係你話譬如煙啊，你都唔可以喺嗰度即係附近煙酒都唔啊，酒精類飲品都唔得。嗰度佢要喺一個 area 咯。哦，就唔可以話即係喺嗰度隨便飲啊咁樣嗰啲。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大家去嘅話咧，就一定要注意多啲啦。明白明白。升上半空望落嚟。你嘅感覺係如何咧？即係咁中意熱氣球嘅朋友，好正，是真係你等夜晚嘅時候，你有冇見過嘅？做咩成日都望個窿去 check 眼咪熱氣球嘅？幾百個喺你面前咯，係啦。咁同埋佢呢一個咧係由機師自己控制啦，咁樣。係啲 pilot， 佢唔係即係就咁揸喺度自己揈下揈下啦，因為佢會飛咁飛走嘛。咁係真係好似螞蟻咁啊！望下，因為好多人啊下邊，咁好多人一齊望住你。咁你當然啦，你去到時候都分唔清自己邊 team 人㗎啦，係啲 friend 嘅已經係。
咁啊，同埋好近啊。即係意氣用，即係因為好多嘛，所以你同隔離嗰組係好近嘅。Hello，Hello。係啊，同埋跟住又有高又低，哇！點解好近？同埋佢全部平房咧，即係佢 Albuquerque 嗰個地方咧係好靚嘅。咁我知道除咗咧睇靚景之外啦，咁啊仲有一啲驚險嘅經歷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係喺個降落嘅時候啦，咁咧佢即係我諗佢係即係比較，佢都算係老嘅一個技師啦。咁去到嗰下咧，佢係一個大風。咁就佢咁啱落嗰下，佢就勾到一個木，係啦，嗰個帳篷勾個木，跟住我成個咧係翻側咗，咁仲係聽到嗰啲滴滴，即係滴嗰啲fuse 啊，係啦，咁跟住再加上我旁邊嗰個乘客咧就重磅啲嘅，健碩啲啦，跟住我係咁大嗌，跟住我就因為佢翻側咗嘛，咁佢又重喎，咁我你就行開咯，我出唔到去。但係佢玩之前有冇俾啲咩安全指引你嘅咧？其實佢會講，其實一直喺上到去天空嘅時候，佢都會講解氣球係乜嘢啊、歷史啊，咁你可以乜都問得嘅，係啦。咁佢就會臨落降落嘅時候，即係佢真係好 random 嘅，佢過點，因為唔係個個都係過點，未必中到嗰度噶嘛。係啊係啊係啦，咁啊個個都唔係，咁我喺度落啦。咁其實因為我嗰陣時係未試過坐過，我中意睇。但我真係第一次去坐嗰陣時候，哇！咁就好驚，好驚，好驚。跟住佢就即係好多啱，佢咁啱係落咗個工場嘅地方，好多木啊，嗰啲工人係呆咗，點解？我落咗個泥沼度咯，成腳都泥咯，係啊！我前因為落唔翻嗰個位㗎，佢盡量㗎啫，只不過係。係啊係啊。咁諗下，我都幾幸運，我完全冇事啦。咁我知道啦，咁喺美國旅行嘅時候啦，咁除咗睇熱氣球之外咧，其實住都好緊要嘅喎。咁我知道你住過一啲咧好特別嘅一啲營舍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係咁啊，其實咧嗰、那個咧就叫做glamping 啦，咁係一個高級版嘅一個露營啦，咁佢有廁所啊，有所有嘢。咁啊，當然咧，佢嗰個地方咧，其實是一個新興啲嘅 fashion 地方，佢叫 Marfa 啦，咁好多比較年輕人而家開始中意去嗰個地方啦，咁樣。咁跟住嗰度咧，係之前 Beyonce 去過，所以咧追星啊，追星之旅係嘛？好多，因為喺social media 上面咧係好熱門嘅呢個地方，係啦。咁呢啲就係你住嗰啲營舍係嘛？係啦，咁佢咧就會用一啲有因為佢有大細之分啦，亦都可以住唔同人數啦。咁你會見到其實有啲係好似車咁嘅樣，亦都好似印第安啲帳篷咁樣嘅，係啦。但你話高級版嘅營舍係點咧？即係呢啲營裏邊係咪都係裝修得靚定還是？落靚㗎靚㗎，其實好似酒店咁樣咧，佢鋪好曬牀單，咁然後好印第安嗰啲 style 嘅 cushion 咁樣，同埋有埋暖水壺啊咁樣嘅。咁啊，你平時你露營嘅時候係冇廁所㗎嘛？係咪先？對女士們好重要，佢有嘅。佢有嘅係啦。咁你見到帳篷嗰種咧，佢就係公共式嘅洗手間。咁咧另外咧車嗰啲咧，佢就兩架車 share 一個咁樣嘅。咁啊最正係咩？咧個沖涼房咧係其實同户外係冇分別嘅，咁佢當然係有啲嘢圍住你啦，你可以望住個天空係好多星星，大自然好多，係好靚。食嘢點啊？今次美國之旅係咪離不開薯條、漢堡包、汽水嗰啲啊？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去到新墨西哥州咧，因為講到之前咧都係話佢係一個西班牙啦咁嘅殖民地啊，印第安嘅元素裏邊咧，其實都好多墨西哥。嘅嘢食喺嗰度嘅，咁啊好啦，咁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口味選擇啦。好多謝飛嘅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關呢一個熱氣球節嘅一啲點滴啦。不過相信中意去旅行嘅朋友咧，而家都係得一個共同目標嘅啫，就係想快啲疫情過去，我就可以去翻旅行啦嚇。咁啊，希望真係快啲做到啦。好啦，今晚日常8:30嘅時間差唔多，聽晚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拜拜。